这不跟他的换血，我漏了三个兵，看他可怎么样。唉，这波反应慢了，反应慢晚上好，突然加温确实有点可怕。我现在外面也是那个怎么说呢，就风很大，像刮台风一样啊。这几天可能就那个要在被窝里面度过了。这个血瓶是不是太快了？
没 Q 中我也敢上来打我。当自己无敌了是吗？啊，不对啊，我早上10点还在扎心。飓风啊，还要2个星期左右吧，2个星期之内的吧，我猜应该是。我去前面看看路。Q 那什么了 ？Q 假身了。是长官。等我先把兵线推了吧。
杀都杀的有点厉害啊。跟以前比起来便宜了100块，因为现在的飓风啊，因为之后的飓风会比以前的飓风它少5%的暴击率，所以呢便宜了100块。但你也知道，对 Timo 来说呢暴击率是无所谓的，所以呢这一波就很爽，这个飓风降价对我来说就很棒。攻击力掉了，我又不需要这攻击力，我又不需要这25点攻击力，这25点攻击力就是个鸡肋。为什么要跟以前有区别呢？现在飓风跟以前是有区别啊，多了25点攻击力，恶心死了，谁稀罕这25点攻击力啊。啊，价格降低了100啊，降低了100，不可能啊，2500块怎么不贵？正在报告，我就是要他的这个特效啊，我要的只是特效。攻速不降啊，攻速还是40%。卡丁会这么飞，没有吧，好像智慧默认的话是攻速装里面伤害最高的啦。我他妈这一局打得像是开了脚本，我这一局他妈像是开了脚本在玩吧，这个闪现，这个时机。
但问题是对面三条龙啊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隐患。你他妈的觉得自己只要打中我的就能秒我的是吧？这么看不起我啊？F6 就不要弹了吧，操，可惜，算了，至少这样卡莎打不到。一分钟小龙，2300块。要不是对面拿了三龙，我真的直接去大龙了这一波。发现好了的。
还有聊吗？才去浪费了呀，那就。这小法真的是。你们一定想不到我下一站出什么。好吧，其实应该也会有人想到吧。
哦，我卡莎不在都敢打我。好，明天我把这局传上去。明天我就把这局传上去。好久没有这么帅了。